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第36品经文，这一品经文的题目是《重重会勉》第36。这一品经文呢，是接着上一品经文而来的。世尊为我们显示恶因恶报，教导我们应该提高警觉，要知道戒位。经文的末后劝我们要正心诚意，不忘修学的功夫，这样才不至于失败，不至于后悔。世尊的慈心苦口，意欲文句，感人至深，真的是佛恩难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立恶趣。这一段经文是佛告诉弥勒菩萨以及与会的大众，前面所说的五恶、五痛、五烧，这个苦报是因果报应，辗转相生，因结果，果生因，循环无有了期，越往后越痛苦。佛在这里特别的警惕我们，如果众生敢犯五恶，将来必定堕入恶道，长劫受苦，很难处理。这一段经文是以因果相生的事实来教导我们，五恶是因，五痛是现世苦报，五烧是后世恶报。烧是形容地狱的恶报，无论是哪一类的地狱，即使是寒冰地狱，它所现的相也是一片火光，所以称为烧。为什么地狱现大火呢？因为地狱是因为嗔恨心感召而来的，嗔恚就是火。看下面一句经文：辗转相生，就是说造恶因者必定要受恶报，受恶报时他心里又不甘心，因为不甘心，他的嗔恚心就更加炽烈，造的业也就更重了，所以堕恶道之后很难处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甘心受报。就像世间人生下来贫穷下贱，受无痛之苦，他就不甘心，心生怨恨，怨天尤人，这样的心境，他就是又在造作新的恶业。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所受的苦报是自己前世所做的业因，他不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因为他自己前世不修福，你怎么能怪别人呢？但是那些不相信前生后世的人，他就只看眼前这一段，所以怨天尤人的心就生起来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恶道因果是辗转相生。
看下面两句经文：敢有犯此，当立阿去。这个立是经历，什么人敢这么做呢？愚痴之人，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的人，他就敢怨天尤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决定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个果报是自作自受。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恶报受完了，善因成熟了，善果就现前了。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下面一段经文：祸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于寿终入三恶道，愁痛酷毒，自相交然。由于过去造作五恶，所以现在就遭受苦报。病苦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这个痛苦是非常难过的。我们看下面这几个词语，第一个词语是愁痛，是忧悲苦恼，叫愁痛。酷毒是残酷狠毒。自相交然是受自己的业力所感，内心的贪嗔痴三毒之火炽盛燃烧。看下面这四句经文：祸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祸其今世讲的是五痛，是说今世的苦痛。先辈病殃就是遭受到严重的病苦，这种病苦是死生不得，痛苦异常。就像我们常说的老人病，植物人都属于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病基本上是治不好的，所以如果他们的福报大，可能一二十年也走不掉，福报小的可能三五年就走了。如果我们学佛人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办呢？要劝他舍财布施，就是把他每年的医药费都布施掉，这样呢可能他走的就快一些了，因为他福报就享完了。如果不用这种方法，那他就会常年的躺在床上，那个罪真的是很难遭的。有病的人遭罪，照顾他的人也很遭罪。但是有多少人明白这个道理呢？总是舍不得把他的钱财，把他的医药费布施出去。下面四句：祸于寿终入三恶道，愁痛酷毒自相交然。这四句经文是说，或者在他命中的时候堕入了三恶道，他的相貌非常不好看。我们大家送往生都知道，如果临命中的人他的相貌很好，你就可以断定他绝不会堕三恶道。因为堕三恶道他怨恨不知所措，所以他的面貌一定是愁痛酷毒自相交然。他这个交然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他内心里发生的，是贪嗔痴
三毒之火，炽盛燃烧，是从内发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佛在这里为我们说出恶业的果报，使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处要小心谨慎，时时警惕自己，不要造作恶业。看下面经文：共妻怨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痴欲所迫，后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以磨灭。看几个词语：困惧，困是无法摆脱的困苦，惧是剧烈的报复，曲直也就是有理和无理，是与非，这个曲是不合理的意思。磨灭就是消灭。看这四句经文：共妻怨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一切众生在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冤家，不可能没有债主，因为无始劫以来，我们在六道里不知道与多少众生结下了冤仇，也不知道欠了多少众生的债。这些个冤亲债主因缘聚会时，虽然不认识，也要讨债还债。佛在这里把这件事情给我们说破了，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一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特别是人事环境不如意的就更突出一些。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处处要忍让。说忍让是还债，是解怨。这个道理我们可能过去没听说过。忍让是还债，是解怨，解开的解。不要认真，不要计较。《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什么好执着的？有什么好计较的？能忍让，冤家就化解。人家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如果要名，名让给他；要利，把利也给他；要什么都给他。他要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正是他不要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身心清净，一尘不染，这是我们要的。修道人与世人没有冲突，彼此能够相安无事，所以这些个怨结债务慢慢的就可以化解了，慢慢的就消除掉了。佛又告诉我们，我们修行念念都要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为什么天天要回向，念念要回向？还债解怨吗？这样菩提道上才能够一帆风顺。回向偈要是从心里发出来，口念没有用。
心口要相应。回向偈明明教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回向偈把冤亲都包括在内了。正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才要认真努力的修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努力的精进？为了报恩，为了还债。恩不报，债不还，往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后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精进努力修行？为了报恩，为了还债。恩不报，债不还，往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要注意那些微小的摩擦，如果这些微小的摩擦处理不好，处理不及时，小摩擦就会发展成大摩擦，再继续发展就会共其怨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看下面几句经文，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痴欲所迫，后己争利。造作恶业的根源，不外乎两个字，贪着。贪是贪欲，着是执着，而且是坚固的执着。尤其是对于财色，更是贪得无厌。古往今来，为色为财，家破人亡，乃至于国家毁灭，这在历史上是都能看得到的。不肯施惠，大家想一想，有几个人能把财色这件事情看穿？我们在《华严经》第六回向品里看到了菩萨的布施，不但是身外之物能够施舍，即使是这个身体也欢喜布施。身体是内财，唯有菩萨知道这个色身不是我，是我所，所以身也能舍，何况是身外之物呢？世间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对于自己的色身坚固的执着，以为这个色身就是我，产生了坚固的我执。有了我执，身外所有之物他都想据为己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外面的一切都能据为己有吗？根本不可能，这只是人的妄念而已。他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是不成比例的，纵然是得到了，也是暂时的得到，保不长久的。那大家会问，为什么得到了又保不长久呢？大家想一想，你这个色身不能常住啊，你会老的，你会死的，死了以后哪一样是你的，哪一样能带得去？这么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吧。所以哪一样东西你能够长期占有呢，永久不失去呢？没有。这就像古德所说的，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你能带得去的就是你的恶业，你的善业，你的敬业。歌
克欲自快，无复屈直。我们凡夫啊，皆有这种愚痴。怎么样呢？就是唯利是图，不畏因果，不讲道义，利令智昏，甚至伤害国家，伤害社会。比如说被追逃的那100名红通人员，不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吗？他们为了自己所谓的一点点小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大利益，这些是痴欲所迫。由于痴耳生贪嗔，造极重的恶业。后己争利，特别是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们所崇尚的是竞争，能有几个人明了这其中的事实真相？假如说人人都竞争，这个社会怎么能安定？世界怎么能和平？看下面几句经文是：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以磨灭。大家想一想，所谓的富贵荣华和快意之事，它不是争来的，它是命里有的。你命里有，你不争也有；你命里没有，你争也争不来。即便是争来了，不久便会失去。看下两句，不能忍辱，不务修善。这两句经文是说，不懂得忍辱，不知道继续修福。荣华富贵是你过去生中所修财布施得的果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财富是过去生中修财布施得来的。容貌美丽，六根完具，健康长寿，这是修忍辱的果报。这个可能很多同学不太知道，就是人他容貌美丽，他六根完具，健康长寿，这是他在过去生中修忍辱的果报。前生修因，今生一定得到果报。如果你得到了果报之后，你忘记了继续修，你果报享受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佛劝导我们要知道修善。一个真正有觉悟的人，决定不求人天福报。他知道人天福报是最危险的享受，一不小心转眼就堕入了三途。所以真正的修行人决定不求福报。这一段话大家听懂了没有？我们应该求什么，不应该求什么？下面两句经文，威势无己，随以磨灭。说享福的日子不长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享福的时候不但不会再继续修福，反而造业，造业的结果就折福。比如说你有60年的福报，由于你作威作福，就折了一半，30年你就享受完了。
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教我们要惜福，自己有福，又知道惜福，还知道继续修福，你的福报可以保持一生，终身不衰。如果你不知道惜福，福报在少壮的时候就享尽了，到晚年你就凄惨了。看下面一段经文，天道失章，自然纠举，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看下面的名词，天道是指自然之理，失章指运行，纠举是纠正检举，穷穷指孤独无依，中中是指惊惶失措。天道是指自然之理，也就是因果定律，因缘果报是自然的，没有人来做主宰，没有人安排。你仔细的体会一下，所有的现象都出不了因果定律。往大处看，十法界是自然的，不是佛菩萨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完全是自心变现的，真的是自作自受。范围缩小一点看，六道轮回也是我们自己造的。再缩小一点看，我们这一生的生活环境还是自己造的。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环境觉得不自在，这些实际上都是你自己造的，不是过去造的，就是现在造的。总而言之，是你自己造的，不能怪别人。小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到十法界，都属于天道失章。这里的失是施展，这里的章是扩张。看自然纠举，纠举就不是有人主宰，纠是纠察，举是举罪，把罪过举出来，此乃自然之理。穷穷中中，这是孤独无依、惊慌失措的样子。当入其中，是说善因就感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古今有事，宇宙之间有十法界，有六道三途之事，作恶不幸堕入三途，真的是痛哉可伤。诸佛菩萨们看在眼里，非常悲伤，有没有办法救呢？没有，因为果报是自作自受，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带他受苦，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了。看下面一段经文，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
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怖苦痛之道。佛在这里说，你们已经得到了佛的教诲，就应该深入的思维体会，各自端身正义的依教奉行，说终身都不可以懈怠，应当尊重圣贤，敬重善知识，尊师重道，以仁慈博爱对待一切众生，更应愿求脱离生死轮回的方法，拔断六道生死众恶的根本。同学们会问，六道生死众恶的根本是什么呢？是贪着五欲六尘，以及妄想分别等烦恼，这是六道生死众恶的根本。这样就能离开三途的苦恼，以及忧怖苦痛的六道轮回。这是佛在教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我们要把它记住。下面两个词语，一个是端守，是指恭敬地接受佛的教诲，并且依教奉行。博爱，指广泛、平等、慈悲地对待一切众生。看下面一句，汝等得佛经语。这里的得佛经语不是指别的经，正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部经之后，由五种原译本流传下来了。老居士的这个会记本是集五种原译本之大成的最完备的一个版本，被称之为无量寿经的最善本。所以得佛经语也可以说指的就是这个汇集本。熟思为之，要把无量寿经读熟，要明白佛说的道理，要记住佛的教诲，并且要依教奉行，各自端守，终身不殆。这两句经文是再一次告诉我们，必须要依教奉行。佛讲的这些教训，我们都要做到。佛讲的，我们众生所犯的毛病，我们都要认真反省。这一部经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就是我们端正心、端正身依靠的准则。终身不殆，殆是懈怠，我们要尽行受的精进，一时一刻都不能懈怠。关于懈怠，大家想一想，我们有多少人是终身不殆？有多少人能做到一时一刻都不懈怠？
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做到，今后要努力做到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怖苦痛之道。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佛讲的多么具体，多么详细，真是看得见摸得着。如果我们再做不到，真是很遗憾的。我们与人接触，先要知道尊圣敬善。圣是指诸佛菩萨，善是指世间的善知识、善人、善事、好人好事，我们都要敬重，要尊敬他们。这两句话的含义就是孝亲尊师，把孝敬扩大到一切圣贤。这是佛教我们应该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怎样接物。我觉得正是我们当前所欠缺的。我们真的不会处事，不会待人，不会接物。现在佛教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向佛学习。仁慈博爱，仁是两个人，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推己及人，不可以自私自利。慈悲心、博爱心都是从这个仁字生出来的。博爱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护一切众生，不但要爱护一切有情众生，而且要爱护一切无情众生。只有这样，你的慈悲心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大慈大悲是佛心之体，佛心平等慈悲，因为慈悲才会平等，因为平等才会真正慈悲，所以对一切众生要没有差别，平等的关怀和爱护。仁慈博爱是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应该有的正确的心态。这种心态是称性的心态，是自性本具的，没有丝毫的勉强的做作。佛教我们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生死众恶之本是什么？就是妄想执着。我们依这一部经修学，肯定承认这部经是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所宣说的第一经。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弥陀的本愿海是什么？我们多次讲过，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可以这样说，除了一句阿弥陀佛是正念之外，其他的念都是邪念。这话有几个人能够相信？我们在座的同修们，你们相信这句话吗？为什么说其他的念头都是邪念呢？
为什么说唯独一句阿弥陀佛是正念呢？佛是这么给我们解答的，因为念佛能往生不退成佛，因为念佛能拔断生死根本，因为念佛能出离六道轮回，一生不退成佛。你说这一念是不是正念？其他所有的念头都办不到，那些个念头都障碍不退成佛的大因缘。所以说，凡是障碍这个大因缘的都是邪念。这样解释，同修们是否听明白、听清楚了？佛说一切经，都是对不相信念佛法门的人说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我曾经说过这句话，佛说一切经，都是对不相信念佛法门的人说的。如果要是相信这个法门，佛就不用说一切经了。因为不相信这个法门，佛才在应激施教，在委曲婉转的诱导你，直说你接受不了吗？所以就委曲婉转的诱导你，到最后还是归到这一部经。一切法门引导你入华藏世界，到了华藏世界，最后还是教你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拐个弯吗？华严经说，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我们听了这句话，受不受点启发？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一生当中想入华藏世界的人，在历史上没有看到几个。那就是告诉我们，去华藏世界相当的不容易，可见修行正果是多么难。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五欲六尘扰乱六根，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不能比的。谁有能力在现在这个境界里不动心？如果在这个境界里起心动念，你的功夫决定不能成就。轮回不是容易超越的，生死不是简单可以了断的，唯有老实念佛才能办得到。这是净土念佛法门最最殊胜、最最不可思议之处。学佛人要把自己的目标认识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拔断生死根本。记住，我们的目标就是拔断生死根本，超越三界六道。三界六道是忧怖苦痛之道，这个怖是恐怖的意思，这个忧是忧虑，苦痛之道就是指六道。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作为我们今生修学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修学的真正目标，千万不要把目标弄错了。
看下面经文，若曹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褐，身形当端，动作瞻视，安定徐为。看若曹作善，云何第一？佛劝导我们说，作善哪个第一？就哪个是第一善呢？这个第一涵盖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万法都包括了，哪个是第一呢？下面这一句，当自端心，端是端正，端心就是八正道的正心。什么是正心呢？就是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真心，就是正心。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其他的法门，还有其他的东西夹杂在里面，这个心就是不端。因为佛说其他法门是为了度众生所设的权巧方便，它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节引用隋唐大德的说法讲得很清楚，说即使是华严法华也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也就是说，华严和法华也是佛的全说方便说，最后导入净土法门的才是真实说。将来的时代是无量寿经的时代，一直到佛法灭尽就靠这一部经了。我记得刘素清老菩萨往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半夜2点钟，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首长达60句的带弥陀传真音的偈颂，其中有2句是这样说的：末法9000此部经，一句弥陀定乾坤。因为这首偈颂的第一句是弥陀慈尊传真音，所以我们有理由完全相信这首偈颂是刘素清老菩萨代佛传真音。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尽显无余，我们能以这部经自行化他，这就是端心，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善。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这几句经文的意义非常深广，端的标准就是阿弥陀佛的行仪，学佛之人的三业都应该像佛一样。端身是直礼阿弥陀佛，礼一佛即是礼一切诸佛如来，不要再分别，不要再执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眼观阿弥陀佛，口念念不忘佛，鼻闻供香，耳听佛号，
这就是端身。身口意三业皆当自端。经云，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就是不要用别人来约束，要自己检点自己。佛告诉我们，末法时期一定要弘扬大乘，才能普度众生。佛的善巧方便是无机不摄，是普度一切众生。后面这一句话我想再重说一遍，末法时期一定要弘扬大乘，才能普度众生。为什么我要重说一句这个话？就是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流传的有很多都是那种小册子，不是佛的大乘，这样传播这些小册子容易误导众生。身心净洁，与善相应。这里的善是清净心，就是平等心，就是觉心。无量寿经的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本经大善的标准，我们的身心都要与此相应。这回我们知道什么是第一善了吧？物随事欲，就是告诉我们万万不可以随顺自己的贪心，随顺自己的嗜好。这里面的嗜欲是指烦恼习气，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不犯诸恶，这一句是指身业，一定要持戒，一定要守法，不可以造作诸恶。颜色当贺，这一句是口业，就是我们的言语对别人要和颜悦色。身行当端，这是佛的真心全体显露，就这四个字，看看这个评价多么高。身行当端，这是佛的真心全体显露，不厌其烦，一样一样的嘱咐，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修行正果。成功的秘诀就是身行要专一，大家能不能体悟到佛的大慈大悲？真的是慈悲至极了。动作瞻视，安定虚为，这一句是讲佛弟子生活的风度。注意风度，佛经里讲威仪，世法里讲风度，就是说不论是行住坐卧所表现出来的仪态，要安详，要缓慢，不要仓促，不要慌张。我们看看自己，我们平时讲不讲究风度？我们的风度是什么样的风度？是不是众生学习的好榜样？看下面几句经文，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做事
仓皇失措，将来一定会失败，或者是后悔。如果我们所行不慎重，不真实的话，修行的功夫就会丧失殆尽，前功尽弃了。所以这个风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后要讲究威仪，讲究风度。仓促是急促和草率的意思，这个地是慎重真实的意思。亡其功夫，亡是丧失，功夫是指我们修持的功力。做事仓促，败毁在后，这两句经文是说行持上不稳重，表示心不定。如果心是定的，你的行动一定是非常稳重的，不会表现得慌慌张张，做事不会仓皇失措，总难免失败与后悔。因为佛告诉我们，如果你做事慌张，你将来这个事情一定会做失败，失败了你就会后悔的。最后两句经文是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果你的所行不慎重，不如理，不如法，我们修持的功夫就会丧失掉。这里的地是真实，说如果不是真实的修行，心不真诚，行持言语不真诚，所用的功夫全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这叫迷惑颠倒，盲修瞎练。我看到最后这一个词语啊，盲修瞎练，我就想到我们的同修们有多少人就是到现在仍然还是在盲修瞎练，该清醒了，一定要看看佛是怎么教诲我们的，不要再盲修瞎练了。这一品经文就讲到这里，下面和大家说一说这一品经文的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一品经文，世尊继续为我们解释恶因恶报的事实真相，用因果相生的事实来教导我们，五恶是因，五痛是现世苦报，五烧是后世恶报。第二个要点，学佛人要仁慈博爱，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推己及人，不可以自私自利，慈悲心博爱心都是从人出生的。博爱不但要爱人，还要爱护一切众生，不但要爱护一切有情众生，还要爱护一切无情众生，这样慈悲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第三个要点，大慈大悲是佛心之体，佛心平等慈悲，因为慈悲才会平等，因为平等才会真正慈悲，对一切众生没有差别，平等的关心爱护，这是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应该有的心态。这种心态是称性的，是自性本具的。第四个要点，
佛说一切经，都是对不信念佛法门的人说的，是方便说。要是众生相信念佛法门，佛就不用说所有一切经了，因为众生不相信这个法门，佛才在应机施教，用84000法门委曲婉转地诱导你，到最后还是归到无量寿经。84000法门引导你入华藏世界，到了华藏世界，最后还是教你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有的航班是直飞，直接到达目的地，有的航班是中途要落地一下，然后再起飞才能到最后的目的地。你说哪一个更快捷？我们现在修学净土念佛法门，就是坐的直飞班机。你看这个直飞班机好不好？妙不妙？直接不直接？这个要点就和同学们说完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